最尾整下就得噶啦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尝到苦头了吧？尝到苦头了吧？想知道蝌蚪白蛾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别想用剑跟鱼打。
敌人好厉害。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嘿嘿。又来了。都抵了，别轻易相信眼前的事物。暴风城，一步步迈向灭亡。生命不该遭到囚禁，长刀好了吧？别想用剑跟鱼打，
好你的敌人，还好看好你的影子。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嘿嘿。四组都来了，哈。渴望复仇。有同学知道西奈萨拉在哪里？神皇，神皇！剑舞出发。
啊！洞穴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。我们渴望复仇。比住啊！你最好跑快一点，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挡不住的暴风雪。
Lutarlogar. Yeah. 是说，我好像搞不清楚他们战术了。这艘船没有克服不了的海浪。统治到此为止，无处可躲。生命不该遭到囚禁。机会来了！机会来了！
道可恶了吧？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嘿嘿。魔军团集合，尝到苦头了吧？